来了，这边也把它投一颗这个虾子专用的那个饲料，试看卖。来，顶落，鱼尾也刷开，哦，后来会散开。哦，你看伊来啊呢，真正来啊呢，甲放遮，放遮罐顶，啊伊甲看较有，嘿，安尼，来哦。看卖哦，看虾虾会来咯。伊这不知道用啥物做，哎，伊才开口了，它打开会变这样。但安尼看敢四口性无讲盖好，拢无啥会食呢，奇怪。这就是粉丝散吧，伊遐也无啥盖会食。我以前跟他讲水晶虾在吃，来，四口性那不讲盖好，哇，来，比比给你抓较过来，嗯，吃，这怎么知道这什么小做的？这照讲是应该爱吃，但还是但完全拢未香，拢无味啊，真唔知。如果高强在影响水质，对啊，完全虾拢唔食，哇，完全拢唔食，哦，啊，这高强了，这个没有打捞起来，怕那个水会坏掉。来要吃，嗯，无啥会吃呢，安尼买好，无啥会吃，这个像米沙一样的东西，拿起来，这到底是会吃，有在吃呢，有在吃呢。你说没有在吃，他又在吃呢，奇怪啦！啊，会来吃啦，靠腰啊，熊老可能袂吃嘞。伊这算伊较唔知会当吃。哎呀，无啥爱去吃的感觉，有吞落无？在